最近我福建的朋友喊我来 SKPS 啊，都不是为了买包买新衣服了，而是奔着荣先生的黄鱼汤来的。进门就是泉州巡捕女带我们进来的，我们就坐在后厨的旁边，真的会有小馆子的那种人间烟火气。五百鲜黄鱼汤，荣先生黄花鱼是来自大黄之乡福建宁德，现烫现吃，片片鱼肉都很嫩哦。5分钟就能喝汤了啊，都已经变成奶白色的了，喝北京可能都很难找到这么鲜的鱼汤了。哇，甚至我觉得这个汤都是甜的，加点胡椒粉也会更好喝，烫完的鱼肉也格外的嫩。永春脆猪脚，这一盘的香味就很上头，我之前都已经很烂了。咚咚咚，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这道是白灼小鱿鱼，用的都是13到15厘米的小鱿鱼，很鲜很甜，脆脆甜甜。泉州特色牛排，这是一道北方人都很喜欢的菜，萝卜都已经炖烂了。我们吃肉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是一个下饭菜。哇，这也太香了。福建菜一定是做着鲜，闻着鲜，咱吃着也鲜。上边都是大块的海蛎肉，所以咱吃着肉感很强。店里的菜也都是闽菜大师吴荣先生亲力指导，店里的南洋风也很浓，主要是价格也不贵。今天一定不是吃饭吃饱的，而是喝汤喝饱的，这不就是美好生活吗？